射进去。轰、哦！成。OK， 大家好。OK， this week， 这礼拜我们讲这个禅师风锤跟千金坠风锤的差别啊。禅师风锤之前有讲过，如果说对方 OK 在大八级里面的禅师风锤，它有一个这个禅师 OK， 它有这个 wrist lock 的这个 mechanics。OK， 之前讲过说很多别的擒拿或者是和气道，它有这样子，它会去反制，以反制手法啊，然后再崩锤。但是在李书文这里，李书文虽然把所有的擒拿从套路里面拿掉，除了禅师崩锤，因为这里有一个 break， OK， 你这里缠起来， right， remember to let go， 让它发劲， OK， OK， 这里往下发劲，让它这个碗破掉，直接破掉，然后吃痛崩锤。千金坠崩锤不一样，千金坠是啊，所以刚禅师崩锤我们有个距离啊，他的手跟这里的手，可能千金坠崩锤是当他这个力量往这里来的时候，你可以 push，OK，、okay， 这么近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使用禅师崩锤，所以这才是千金坠崩锤。OK， one more time， so if you lift， OK， so 千金坠崩锤是在近身 ，OK， 他一上来 ，if you come up a little bit， 这个往上。顺势往里面往上吃进去，嘣 ，OK， 所以它有一个 redirection，OK，、okay， 它把它方向转向 ，OK， 这马上吃上去，成 ，OK， 好，就到这里。